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24日宣布，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乒乓球运动员马龙、女子花样游泳运动员冯宇担任。马龙是奥运五金王，也是首位集奥运会、世锦赛、世界杯、亚运会、亚锦赛、亚洲杯、巡回赛总决赛、全运会单打冠军于一身的超级全满贯男子选手，也被誉为是乒坛历史最佳。冯宇今年获得了世锦赛冠军，也是去年的亚运会冠军，年仅24岁。